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共享这个超级的早晨。我从视频工作30年了。我想大家一定很好奇，这个神秘的行业我是怎么进入的。首先我就想来跟大家谈一谈我是怎么进入这个行业的。我的父母跟大家的父母一样，都很希望我能够念商科哦，将来就做个会计啊，考个会计师什么的。可是我对数学真的一窍不通啊，所以我就想，我考大学的时候我就决定，我还是念个自己喜欢的科目嘛，所以我就选择了名传大众传播。当然是夜间部，不是日间部。所以我在念专科，念到4年级的时候，我就决定我要开始找工作，我就翻开报纸。我进入这行的途径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我就翻开报纸，就看报纸上面配音员，我很好奇，这个是个什么样的行业，所以我就去应征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坐下来应征的那部卡通片，就叫做现在叫做哆啦 A 梦，以前叫做小叮当，我是配里面的静。但是现在照片已经配不出来了。那我很顺利也很幸运的自然就应征上了，可是一直没有办法真正的踏入这个行业。当时我心里很沮丧，所以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上帝，如果这是你所应许的行业职业，就请你成就它吧。很奇妙，因为很偶然的机缘下，就有真正配音圈的人，就认识了真正配音圈的人，于是我就慢慢真正的踏入了这个行业。可是大概配了算蛮稳当的时候，二十六岁的时候，我的父亲也是跟所有的父亲母亲一样，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所以他们希望我们出国念书，但是我就不违背父亲的意思，也顺利考了托福，一空飞过507分，一空飞过，出去念了书。我出去念书当然是念的大众传播，可是我觉得太久没念书了，打开那个英文的书啊，那个字啊，好像反光一样，我想查字典都查不完了，所以我就觉得不行，我受不了，我还是回到我的舒适圈吧。于是我又回来，我念了半年又回来了，我就决定再继续从事那一个工作，很顺利的回来以后就接上了，然后也顺利的接到了超模这个 case， 然后一配就是20几年、30年。大概在我30岁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我想要让我的配音生涯走得长久，我就必须让自己成为一个声音导演。因为你知道声音也会老嘛，所以呢，我就开始很努力的学习怎么样当一个好的声音导演。这个过程很辛苦啊，也吃了不少的苦啊。但是我遇到一个很好的老师，指导老师叫王景明老师。他在我的配音生涯上对这个工作启发了不少，比如说怎么样运用真感情哦。我想如果没有办法运用真感情，是感动不了人的。如果自己都不感动，是感动不了人的，所以我非常感谢他，然后我从他身上学到非常多的东西，比如说我的事前作业一定要做得很完备。很多人说你把那个工作交给助理做就好了，我心里想，如果交给助理能做的，助理如果能做我做的事情，他就是声音导演。所以我一直鞭策自己，要很努力的做幕后的，就是事前的作业要做得非常好。在这过程当中，我曾经被我的前辈们，算是指正，也不算是，因为当年没有电脑，我刚开始的时候还不会使用电脑，所以其实我都是用人家用手写的稿子，或者是电脑打出来的稿子，我都是用那个立可擦把它涂掉，然后用手写。然后我去买那个立可擦的时候，那个书局的老板娘还问我说，你是用吃的吗？怎么一盒一盒的吗？是因为为什么会这么做呢？是因为
我曾经在刚开始做声音导演的时候，我们讲到影班了，在做声音导演的时候，我比如说我要求某一位前辈，我说某某哥啊，这句话怎么改？他说不要，当场就空气变得很凝结。我就心里想，我以后再也不要让自己遇到这样尴尬的场面，所以我就开始做前置作业，我把所有的对白都改好，你就照着说吧。所以，因为我那样改，可是有时候图都不干净，然后我的前辈故意念错，于是我决定我要开始学电脑。刚开始打电脑很慢，打好多人打了半天。我记得921大地震的时候，我那时候正在做南方四剑客，好不容易改了五分钟，那稿子超级难改。改了五分钟之后，停电，完全没了，从头再来过。所以这就是，但是我后来非常感谢我自己曾经愿意这样吃苦，因为到现在我碰到一些 case 难做的 case， 我并不会害怕，因为那些过程都成了我后日后的养分。那我们再来，接下来就来谈谈好玩的部分喽，甘苦谈。其实真的是做一行愿啊，我想在座很多都是学生哦，可能还没有办法感受到什么叫做一行愿意行。当然你念书可能就觉得念书很痛苦，但是我相信你一定有非常多的老师都跟你们说过，念书其实是最幸福的事情，没错，因为你只要把书念好就好。但事实上在世界在职场上，除了你把事情做好之外，你还要会做人的。像我自己的 EQ 就不是太好，所以呢得罪了不少录音室老板，到最后就变成自己就知道自己应该要修正自己的态度。那好玩的部分呢，就是其实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做到一个自己有兴趣，然后又不用太费力，因为其实应该还算有些天分吧。所以我们等于是在工作中学习，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好的配音员。然后当然啦，如果能够看到，还有就是看到自己的作品在电视上播出，或者是看到你们来听我的演讲，我就会觉得很高兴，这是一种成就感。成就感不是用金钱能够换得的。当然，其实，在20年前、10几年前，配音这个行业算是一个还不错的行业。我们的薪水蛮好的，也不能讲薪水，我们算 case， 一个 case 多少钱这样子。可是苦的就是，我入行30年了，到现在没有调整过价钱过，没有调整过，一直都是维持这个价钱，不但是维持，而且还更低。所以其实苦就苦在这儿，物价不断的上涨，可是我们的配音费还是一样的低的。然后还有就是，比如是以前我们在印度那个8年档连续剧的时候，他每天要按档，每天都要播的，可是制作单位他不见得会把所有的片子都剪好，所以变成我们每天晚上都固定得去录音室报告，有的时候甚至是半夜去，因为要配合制作公司的时间。所以等于我曾经那个时候在做一部肮脏的连续剧，手上刚好有2部同时在做，我几乎有3个月的时间是每天只睡2-3个小时，到最后真的快崩溃。我大概只有到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可以稍微喘口气。但是说实话，你说苦吗？当下很苦，真的是恨不得想一头撞死了。然后，可是真正看到成果出来的时候，还是蛮高兴的。然后我也曾经有一度，就是前几年，也是因为改韩剧的稿子，那个韩剧的翻译实在是太糟糕了。那真的是我们这一行配音员，每个人看到韩文翻译的稿子都拼命摇头。修改稿子一
每天要修，你猜我大概修多少个小时？一集六十分钟的东西，你猜我要修多久？有人知道吗？有人猜得出来吗？我大概要猜六到八个小时。你说是钱好赚吗？一点都不好赚。然后我到后来，我已经感到快受不了了，也是快崩溃了。然后我就向上帝祷告，我又来了。可是这是不好示范。我说上帝啊，上帝，我真的需要休息了，你让我休息一下吧。上帝让我得了一个不算太严重的病，但是也就是不知道肝脓疡。那个就是我一直发烧，找出原因发烧，就是不停的发烧，然后正好去医院挂急诊住院去了。我这真正休息了一个月。当然这真的不好，平常真的要好好的保养身体。我不知道那个时候自己是怎么了，就突然就休息了。好，那我想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个好的配音员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条件。大家 QR code 扫描出来这些，我大概看了一下下，其实大家的说的都不能算错，但是有一个地方有人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说不能太有声音个人特色，有人说要有个人特色。其实说实话，声音方面最好不要太有特色。如果应该是指的是辨识度不要太高，如果你辨识度太高的话，比如说像我有时候不小心讲话，人家说敲鼓，这个辨识度就稍微高了一些，但是很容易变化。我会利用自己的声音的共鸣的位置，改变说话的方式，来让自己变成不一样的角色，这是很重要的。好，我们来看看机灵，没错，一点都没错，要随时能够变的话，要反应快。其实我把机灵，把它画上等号的是反应要够快。我们录音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拿着稿子，戴耳机，待会我们示范，看着画面，我们在看的是，我们在一边听，一边看着画面，看着稿子，那个手耳要并用，还有口啊，要并用，然后就开始说，要说到位，所以反应要够快，就是要机灵，然后愿意练口条啊，这个说句实话，你的口条好不好，这是从小到大的习惯，当然可以练。可是等到你想成为配音员再来练的时候，可能有点晚了，会有点来不及。所以你本身平常，当然我现在还是要需要鼓励你一下，还是我觉得我们比较好的是，因为我们从小不太会说闽南语，然后我的母亲本身是个老师，所以他非常要求我们国语咬字，所以我的国语咬字还算不错，也曾经在学校的时候参加过演讲比赛，所以还算可以。但我不会参加这些演讲比赛，这是我的盲点，我没办法。好，口条你就必须，当然了，所谓的卷舌音不卷舌音，一定是要自己要清楚知道。其实有人问我说，老师你们是怎么练的？基本上我们从小自己就非常注意，自己平常就要注意自己平常说话的习惯。好，再来就是不怕生，没错，你必须要很，应该是说不怕生，因为我们常常以前嘛，常常会碰到不认识的合作伙伴，不怕生。我觉得这应该是，不管是不是配音员，应该都不怕生，要不怕生吧。就是你面对所有人的时候，你要能够侃侃而谈，不要好像害怕。因为我觉得这跟，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好的配音员，你必须要能够，很善于跟人沟通，然后要能够一
下子就能够跟人打成一片，不要太容易紧张啊什么的，因为紧张不是，那你紧张会做任何事情的大忌的。其实我以前在配音的时候，刚开始配音的时候，我们以前配电影是没有声音的，只有画面，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国语的，就是讲国语，但是没有声音。我连一句就是酒店门口旁边站了一个小姐，欢迎光临，我都讲不好，因为我紧张，我太紧张了，因为所有的在我旁边的所有都是什么哥什么姐的，所以我就最之前，那个年纪最浅，我是新人，我真的很害怕，我是完全只能听到我自己心跳声砰砰砰砰，所以紧张是做一切事情的大忌。当时的紧张盖过了我的专注，所以要非常要能够克服紧张。再来是随时进入备战状态，也算是吧。但我觉得我来找真正的重点哦。丰富的情感，我觉得丰富的情感很重要。相信很多配音，你们大概看电视都会听得到很多配音员录韩剧啊，哭。但是感动，这是感动不了人的。为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以前刚开始配音也是这么配的，是运用声音表情嘛。不要这样。上当不当然笑吗？会不笑吗？是感动不了人吗？为什么？因为我们真正在人真正在啜泣的时候，那个声音的抽动的那个程度是不一样的。因为其实这是一种技巧，如果你能够运用你的肚子，我们用肚子的力量，加上脸部表情，运用脸部的肌肉，然后再把我们的意念集中在这个部分。我怎么能很快的哭出来？我相信这是比较感动人的，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好，所以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我们在哭泣的时候，女生应该知道，我们在哭泣的时候声音是不可能好听的。是我们配音很重要的是，我们一边哭，一边声音还要好听。所以，我后来都要求自己尽快能够很快的进入那个戏剧当中，那个情境当中。所以，我告诉什么？丰富的情感，对，声音多变，其实这样看每个人的音色，如果你的辨识度太高，当然比较难了。那像本人，我的声音辨识度不是那么高。其实当然有方法的。我们刚开始配音的时候也是偷学前辈的，谁知道怎么变声音呢？我以前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慧根，你要一切的表演都是从模仿开始的。我们以前刚开始高中的时候，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模仿卡通里面的人说话，然后我就当装小孩子的声音。我的同学就说：“你跟这个卡通里面的人讲话好像哦。”所以我说：“好像我可以试试看。”所以，我后来去配音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装语境啊。现在当然搞不起来了，好像只能被招呼要退休了。大了，真是没有办法否认的事实了。年纪大了，声音自然因为声音长歪，所以没有办法再那么的圆润漂亮。当然我也不停的在摧残它，我的胃食道的那个我的胃酸一直在侵蚀我的声带，所以我的声带现在都在不太灵光。我刚讲到声音要变化，其实我们可以运用共鸣的位置。你每个人说话共鸣位置不太一样。有人高，有的女生说话声音共鸣位置很高啊，这就是人家所谓的那个魔力控嘛，那声音都是很尖高，就是你知道共鸣位置很高。就像我本人讲话，共鸣位置比较低一些，
是如果我今天要录一个老太太，我不会把声音压得比较沙哑一些，我还会把它共振往下走，然后再加上讲话口气，这就会像一个老太太。然后我们再去延伸非常多种的变化，比如说小男生有超龄大的小男生，那个共鸣位置我可能比较放在鼻子吧。然后如果是小骨的话，我的共鸣位置比较高，可是我比较用力。胖的小男生可能让他胖一点吧，你要你自己去灵活运用你的共鸣位置，再加上改变生活习惯。比如说我现在啊是大神哦，那我的讲话的口嘴型呢就比较开一些哦，自然就像那个大神。可是我今天我是顾虑是大家闭嘴的话，可能讲话方式就不太一样，这就改变了，就是你要灵活运用改变你的说话的方式跟共鸣位置，你自然而然就可以变化部分啊。好，其实我看看大概这些大概都是没错，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必须要训练自己的说话速看字的速度哦。我们配音员一拿稿子一边说一边配嘛，所以我们看字要能够一目十行。我一看是一整句，甚至我在说的时候我就要往下面看，我才能够判断我的情绪，或者是我下一句的重音是什么，或者整段话的重点在哪里，我才有办法说出重点哦。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中文底子要好啊，因为常常现在你知道我们常常碰到很多的翻译，因为现在外来语译制片，大陆叫译制片，外来语的影片比较多，比如说韩剧啊日剧这些，翻译的中文底子他可能韩文很好，他中文并不好，那时候他常常会出现一些台语文法，比如说你有要去吗，真正的国语就说你要去吗，好，就是你有要去吗，但是其实大家没有去，大家有人在去思考这个问题，是我个人大概出这个问题。好，还有什么呢，声音维持稳定当然一定要的，因为我们常常现在配音员为是常常的一部戏里面要录非常多的角色，有老的小的年轻的不同的角色，那我在录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必须要为他创造一个声音出来，我就要记住他哦，声音要维持稳定，或者是我今天录一个旁白，可能这个旁白比如说木工的导览，他从头到尾大概长度可能会有一两个钟头，我从头说到尾的时候我的声音要维持在一定的不能高低或者这样子哦，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还有什么呢，热忱，要有热忱。基本上如果我们如果不是很喜欢这个工作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会真的会受不了，因为不是每一部戏都很好看，然后也不是每一部戏都能让你录得很舒服，因为有时候你必须要大吼大叫，一直要大吼大叫，不停的吼，不停的叫，比如说什么，但我现在离大陆来到很多戏，可是以前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比如说那种日本卡通，有非常多的那个呀，而且我们一共都要录四五个集，你没有热情的话，肯定能吃不消吧？好，然后我再来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还有，我觉得其实，如果你要当一个好的配音员，其实运气还蛮重要的。怎么说？我运气其实运气加上努力哦。如果说像比如说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运气很好，因为录到一个小虎将，被大家知道的角色，有太多太多的配音员都是默默在努力。然后还被骂了，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太充分的时间让我们去做很多的功课。好，
那接下来我就来为大家示范一下我们真的在配音的时候 是怎么回事。我就今天选了一个片段是乔鲁，大家熟悉的角色。我们在配音的时候是边戴着耳机，那耳机我们是戴 monitor 不是电脑，手上会有稿子。然后我今天会同时，当然真正的我们真正在录音的时候，就是这个乔鲁这个卡通里面妈妈秘书，但是我今天示范一下，我们配音员有时候非常忙，有时候一人要分饰多角，就是非常是要非常专注。好，就这么简单。